铿锵有力的鼓声震撼全场。台湾九天民俗技艺团最近在侨委会安排下远赴南非巡回演出，宣慰侨胞，结合传统地方庙会的阵头和鼓阵表演，场场博得满堂彩。这一次九天民俗技艺团到南非的演出可以说非常的成功，非常的轰动，尤其呢可以将我们台湾的传统庙艺的文化以及古艺带到我们非洲来，而且得到很多侨胞的反应回响。说到庙会文化，当然少不了定一三太子和土地公，团员也邀请观众上台扮演土地公和体验打鼓，拉近彼此距离。九天子行在南非和史瓦季兰演出七场，驻南非代表陈忠随团巡演，连听好几场，得到许多侨胞回应，看到来自家乡的表演，深受感动。我每看一场就更加感动一次。我们听到从台湾来的、来自土地的乡土的鼓声，那么每一位团员他们的表演的艺术、他们表演的内涵以及他们的精神，都深深让我感动。我们对台湾的热情是不减的，每一个人给我的回应都是那样，所以刚刚在现场跟大家互动的时候，整个是很直接的。我们的侨民就是非常这么的热情，所以包括很多的城市，今天是我们的第六场，真的是每一场场场都是爆满，每一个我们的侨民、每一个长官都是给我们的回应都是最热烈的。这场在约翰宁斯堡的表演，还特别安排当地南华寺培训的少女表演团队演唱国语歌曲，表演非洲鼓。台湾大鼓和非洲鼓交织而成的美妙鼓声，牵起两地的友谊，赢得全场如雷掌声。